为了落实食农教育，推广国产水果，农粮署今年跟多家科技企业合作，举办七场的食农教育活动。企业们除了热情响应，也透过团购平台支持在地果农，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之外，也实质提高农民收入，创造双赢。企业支持，挺台湾，挺农民。科技企业们高喊口号，就是要挺在地农民。农粮署推广优质农产品不遗余力，除了对学童们推动食农教育，近年来更针对企业加强推广。今年在大台北地区的科技园区举办七场食农教育活动，回响热烈。透过一些专业讲师的介绍，参与了解我们的国产农业，那也蛮符合我们企业 CSR 的使命。另外也推出企业团购平台，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跟在地农民购买当季新鲜水果，还能客制化装箱，展现企业精神。平台成立至今，已经有160家企业响应采购。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，那介绍我们，我们的企业团购的一个平台，那让我们的这些企业要来支持我们优质农产品的时候，可以有一个平台来采购，那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 ESG CSR。能够有做出贡献。农粮署持续推出系列活动跟平台，促进食农跨域全民参与，也盼望有更多企业加入支持在地优质国产水果的行列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外，也实质提高果农收入，创造双赢。记者范博源、斑马旺家台北报道。